哎，想好了。你别夺了，就是这个。就这一张。好了还不好，还特别这样问。没有什么信心。你看，你要偷偷讲秘密，我跟你讲，你害羞，你没有什么信心。你是问什么？我是问那个跟家人的关系。哦，跟家人的关系。OK， 这张牌是魔法师的逆位啊。那张牌代表说，其实他很想表达很多事情，可是呢，话到嘴边的时候，他又觉得啊，我该不该讲好，还是怎么样？那事实上，张牌如果你问家人的关系，其实你做得到的，你想的事情你都做得到的，你只是没有把它就做出来就好了。嗯，所以不要害羞，对家人。加油！什么？所以大家要勇于表达，要有一点表达这样。勇于表达。好，我这个。勇于表达，对。你想太多了。我想很多。怎么样？他流很多汗，有汗，卫生纸。你看你的问题多难。